车。那天呢，就是我坐在这个阿伯的旁边，然后此时呢，就对面有一个位置，就有人离开了，所以就空了出来。我就比较想要坐那一个位置，但是这时候如果我起身离开的话，我会很怕阿伯觉得我是不是觉得他很怪，还是他很臭，我就是很担心这点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要跟阿伯说，阿伯阿伯，对不起，我想换到对面去，请你不要太介意，我看见你的手机。是的，正当我要起身换位置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对面那个位置已经被其他人坐走了，我又尴尬的缓缓的坐下来，结果阿伯竟然开口跟我说，小贼拍谁打扰你，我不小心加入这个赖群，如果你不会介意，请你教我怎么下载。这时候呢，过来了一个阿桑，我想要发挥爱心，就把这个座位就让给阿桑。阿桑阿桑，你爱在家吗？家有一个位无人来坐，伊揢真侪物件，徛咧无方便。我连我先话你下家己。我是客家人阿妈。这时候呢，火车突然紧急刹车，阿妈刚刚买的菜全部都飞起来了。阿桑阿桑，你好吗？阿妹莫负阿妹刚好疼。阿桑我听。注意到掉在地上的玉米，看起来非常无奈。你们都没戴口罩。我 PPT 怎么都没有出来呢？ PPT 小助手， PPT PPT， 哎，为什么没有出来呢？各位， PPT 啊，哎，是这边应该有 PPT 才对。